脸贴脸哦，你说这样吗？哎，其实你们真的有夫妻脸，对、啊，真的吗？张惠仪金曲封后被等结婚，男友嘴硬，下辈子不想再相遇。张惠仪拿下金曲33台语歌后，迎典礼前制作人男友的承诺，庆功宴又再度被拱求婚。你说说点肉麻的话吗？那我们买了三更半夜这样。肉麻的话，我其实真的很喜欢我爸妈。我觉得他的态度跟他的创作是一个蛮独特的存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最喜欢的部分。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够肉吧，不够肉，下辈子还想要还是这样好不好？还想要跟张惠仪再继续？这样，这样你讲一句，我接一句，好不好？下辈子还想要跟张惠仪再下辈子再相遇吗？不要了，这辈子很久了呢。啊，关键来了，关键，关，我们可以跟关机先蕊一下，大哥。你看你们一起吹成很多音乐作品，对不对？你们说会打算赶快生小孩吗？就没有，不会，就还蛮顺其自然，就是没有特别想。你们那下一张已经在准备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不做专辑，从来没有预设说什么时候要做。但是有演唱会，演唱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会设计的还蛮不一样。对，我求不会有求婚桥段。为什么？你不求，不求，不能有求，问到你求的，看一下你没有来是空白啊。旁边是别人，对。真的吗？所以你没有结过婚嘛，对不对？有，没有了。那现在都很快乐嘛？那有没有想过曾经有吵到快要分手，或者是感觉算多少都会有吧？但也就是，可是我觉得那个，但是他跟我那么吵不起来。对，就是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惠仪是蛮冷静的，所以吵架不会是一般大家想象那种是女吵架。他就是你人这一生的唯一啊，这一生的。唯一的女性，唯一的伴侣。可是之前有过别的、啊，我说之后的，之后下半年，谁要问你下半年？我们是因为现在高铁已经没有了，台北了，应该吧？脸贴脸可以吧？因为我脸贴脸加油，脸贴脸哦，你说这样吗？哎，其实你们真的有夫妻脸，真的吗？你们其实蛮有夫妻脸，是吗？是吗？